差那点钱，我说实话。我绝不容许众人分裂，我们是一家人。来，我是艾希，葛伦纳之女，全军出击，阿瓦罗萨部族的战母。哎，空了居然没关系，我有减速。来杀琴卷，漂亮，唐唐，闪现，打吧妞。你们都得死，我跟你说，你们一个也跑不了，都给我杀！漂亮，再给我杀！维鲁斯也走不了，维鲁斯也走不了，杀维鲁斯！女警来波挖抓 Q 啊！所以我也将战斗，我也将赴死，为了给所有阿瓦罗萨人更好的生活。这不把他家拦打了，我天哪！辅助装呢？不要辅助装，女警直接三个头，女警吹波 Q。我给你个 W 溜，点点点，嘿嘿嘿，点。那维鲁斯女神之泪出门，我 W 溜。哎我操，早上好像吃多了，我们那喝的奶要吐出来了，点飞鸟，打吧妞，点打吧妞，点再点吃药溜了，哎呦，往下走啊，漂亮，再给我点维鲁斯，打吧妞，点啊，漂亮，这女警不无敌了吗？那六个头了。你回家，你给我掏，从裤裆里给我掏个海妖。他们认为我冷酷，我见过的东西让南方人无法想象。回家。我也无敌了，他也无敌了，我们双双无敌。拦切了，四分钟拦切，三级，行不行？有位双子，愿我们看得到死亡的临近，从而了却凡事，怒目而死。蓝切多少钱？2700。海妖呢？海妖有点贵哈，买不起。点，一枪不开。女警的英雄成型那么快。不出神话也行，其实蓝切可以用。飞个鸟来，观察一下。打吧妞，支援一波。Thank you.
我给你个 W。哎呦我操！一枪半管。我能成为战母，成为族长，只是因为没有其他人愿意担起这份责任。爆！打半溜。乱溜！所有弗雷尔族的人都是我的同胞。点致命点呀！评委。他们与寒冰血脉交战。现在啊，我跟你们说，女警千万不能死，谁死她也不能死。一塔没了，其实慢点拆好一点，其实再等一会儿十分钟左右给它拆掉会好一点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速推。哎，我要是能有5500块钱，我能直接买魔切吗？身为领袖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说谎，要在自己欢欣之时号召大家冷静，要在自己绝望之时带给大家希望。没必要，我只是说能不能。那肯定没必要，他傻子才买的。直接中路速推。你大爷的，你怎么了？漂亮，我杀，我杀疯了。把中路塔皮打了，爬着知道，跟我们一起走啊，才能吃到好东西。你要自己走啊，你不等等我呀，算了吧，一会儿你死了我跟你说啊，俺们家可就小裂了。对面吃下路塔皮开心了，那只能说明啥呢？说明我们家回防慢了，中单没有回防。我们在后边等着，如果他敢 E 上来，直接把他杀了。中！他搁这蹲，他蹲什么？打吧溜！螳螂不敢打，没事，漂亮。
把中塔拔了，拔完以后我们拔上路，把他杀路塔皮全拔了。一般推塔呀，推完以后吧，节奏就快一点，快节奏。咱有吸血，能不能给我扛一手？AW 重点炎平 AW 跟女警站一块啊，如果她死了我们也就够呛了。这爆的是啥呀？哎呀，这波是女警自己啊，稍微有点狂了。她被谁给杀了？她被剑魔给杀了。这波穴位是女警自己有点狂了。你怎么跑下路去了呢？你俩在干嘛？我马上到。打不了，点。点点 W 点突突突突突突中啊！把红打了，因为他的逝去而悲伤。大陆的永恩可挺骚啊，你俩干哈呢？你俩还能行？我给你个 W， 再给你个 W 点 W， 他中闪现 W。别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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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追了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！啊！人有点多呀。还好这个永恩没啥吸血啊，他没有出的是盾弓，他只是出的狂风之力，再浪就没了。我也没有很浪吧，还好吧。所有神明一样，阿瓦罗诉说着一个事实，他俩死塔下了，跟我没有啥关系。你早点把那个上路的塔给他推掉，那女警也不来。打不溜，中。打不溜，可以。
哇，上高地快放谁呢？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 W 致命点炎，给我打死他，狂起来了，开始的永恩。减速，减速，点，完了，减速，你死了，我也就死了。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嗯，我们是连体婴。先把那个魔宗除了，除完以后我们来一个那个，来个减治疗那个。飞一下，把这打了。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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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啊！这蛤蟆伤害不行啊！你 R 闪没用啊，我俩打不死啊！小龙可以要啊，箭矢从来都不直接对准目标，而是指向目标即将到达的位置，这便是所谓的远箭。看看那螳螂打没打着峡谷，没打。我们应该赶紧集合拿峡谷，拿完峡谷直接给对面推了。从现在开始啊，我们将一次不死。我发现宝这女警根本不好用，如果螳螂要过来切他，那孤立无援，那就给他。打不溜，致命点炎点。八八六，我这其实有点不太敢动，这螳螂不知道人搁哪。我并不追寻没中。
赶紧退中。后边右边惨了眼啊，左边惨了眼。W 点万箭齐发，飞鸟，不愧是我辅助出来的 ADC。这个傻逼，有红吗？没有红。没有人头啊，这我一直都唾弃这个词，它蹂躏生命，蛊惑人心，是种可怜和痛苦的妖异。这女影咋不出神话呢？上来打掉我半管血，我天，集结力量的我先给你们飞个鸟。你本身才最重要。这永恩我感觉我一个人能玩死他，我不吹牛逼，兄弟们。虽然他有好几段位移吧，但就以现在我们的装备来讲，我觉得真的我玩死他非常正常，非常简单，只能说是简简单单。减速打眼减速扫一下，减速打跳弹让他走不了，减速一波呀，这他们家一个打龙一个拆我们家高地，一会儿高地没了我跟你说输了。哎呀，确实是划不来呀。快走，一块拆，一块打大龙吧，不行也行。我现在需要个什么呢？我现在需要一个繁星的提醒。一换一，一换一。
别追了。哎呦我操，这人伤害有点高啊。我早点闪好了，我没寻思他伤害能这么高啊。失策了。那女警怎么不出神话装备啊？要出个春哥，行吧，不出拉倒。射一箭，飞鸟，射歪了。八八六，这永恩跟个鬼一样。跑得好快啊，秦女儿。这怎么办？我让人堵住了，我左边唐，左边永恩，右边唐脑。够呛了呀，我感觉好像打不过了，他们家这永恩打不死。有点厉害，你们再不团啊，就翻盘。六秒五秒，还追呀、啊，螳螂！重梅鲁斯，哎呦！为什么点这两个装备点不了啊？小龙不行，这得大龙。哦呦！这个跳弹可以啊，这个跳弹打得不错。我不 C 肯定输，我为啥我不 C 就肯定输啊？啥原因呢？